起了。哈尔滨的生活节拍，哎，刷笔啊！哈尔滨的生活节拍，在我心底。哈尔滨的生活节拍，在新的世界。哈尔滨的生活节拍 ，check it out。一天晚上，我来到了中央大街，走到皇宫纪念塔下，我来歇一歇，想起童年的生活还是那么的体贴。我的家就住在道里同江街，往前一走吧，就是凯拉达酒店，往后一扫吧，就是冰雪大世界，雪花就在我的眼前飞过。五彩的冰灯就在我的眼前闪烁，爷们喝的都是三星星哈啤，小孩喝的也是南坎大白梨，马迪尔的冰棍永远都是第一，顾客也是川流不息。中央商城是我们想去的基地根据地，因为楼下还有一家阿迪达斯和 Nike， 往对面一走了很多的 CD DVD， 那里是二华音像 Marky， 再往前走就是金地，这还真是有点挤。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小秘密，听着索菲亚的钟声，我来到世纪莲花五层玩游戏，一摸兜里只有三个币，这都不好使，还是真的挺费力。我吃的生的伟大，活的憋气，金太阳一楼的服装穿上真的挺能装，买了黑加几天就成对成双。哎，你咋是不是咱们买衣服都是找对象？不是啊，穿的衣服贼漂亮。走单奴半尼路都是那么酷，只是我从来没去消费，真的有点对不住欧式的建筑。我走到了奋斗路，听说果戈里大街没事可以去散步，工大后身的酒吧没事去还真挺哈，歌手即兴弹唱，还有真皮沙发随意谈心说话，整瓶十元克罗纳再来份爆米花，那家啥味都不差。听说开发区住的都是大款和老板，如果你银子够就赶紧往那儿铲，对着龙塔昆仑商城你可以可劲儿呐喊，展示你的与众不同和豪华特点。人说最难背的就是我道里安字片，现在规划出许多往返单行线，新华书店，知识圣殿，我多么再想买一本语文参考书啊。哈尔滨的生活节拍 HRB， 哈尔滨的生活节拍在我心底，哈尔滨的生活节拍在新的世纪，哈尔滨的生活节拍 check it out。在太阳岛上很漂亮，走在通江街上很时尚，哈尔滨最有名的就是红肠和面包，塞过那美国的披萨和蛋糕，松仁小肚加上凉菜再放点辣椒油还真是不赖，淳朴又实在。三中和一中那都是省重点，高人的分数线那也的确是重点，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意向和志愿，只怪自己没好好学习，文化太浅，没事可以去看看哈尔滨的新马菜，实在让人很期待。西安五马家沟太平桥逛一逛也是非常的愉快，生活宝、新晚报还有哈尔滨日报，我只知道道外同济商场老字号，江阳河的酱油，下面散打油，感觉无比激动很开心，打个七块钱的的也不必让你那么伤心，坐上105来到了家乐福，文化公园摩天轮也的确让我觉得挺服，天空下的珍珠城，每当冰雪季节再次的相逢，人们洁白的真诚，这就是东方小巴黎，哈尔滨冰城，樱花的盛开意味着我即将要离开哈尔滨的生活节拍。要，假小包穿小貂，开个捷达喝小乔。